No one touching the AE1s. Pick a shoe. Nah, they ain't messing with it. Nah, they ain't messing with them. Ain't none? How about your boy? Man, these ain't nothing. They dead. Hell no. These are shoes, I like them AE1s better than these, nephew. These the ones, Jack. Oh yeah, these the ones. The color, the feel, the look. These the ones for sure. You know how I know? How? 'Cause they mine, crazy man. Believe that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an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咱们做一个全网首发。其实我很少能够做到所谓的全网首发，因为基本上都不可能第一时间拿到某一双鞋。但是今天这双鞋，我相信是很多人非常非常期待的。没错，就是华子一代 Adidas AE1。拿在我手上的是一个 sample， 并不是真正的试售版本，所以跟试售版本会有一点点小区别，但是这也算是全网首发了。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，其实之前我是跟华子有聊过五分钟的，我们大概聊了五块钱了。那个其实就是阿迪在亚特兰大做的一个 AE1 的发布会，有一些当地的媒体其实是有过去拍了一些素材的，包括一些可能美国比较大的球鞋媒体。但是在国内或者是华人这个区域内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我是第一个拿到这双鞋来跟大家分享的，就从这个也值得大家一个赞，是不是？也是在跟华子聊五分钟那个视频里面，我有讲过，就是其实我问了华子一个我自己比较私人的问题，就是今年全明星二月份的时候，华子答应过我，他将在全明星里面做一个双脚起吊大风车，那个大风车将会是为我而做。当时真的给我激动坏了，而且我也觉得倍儿有面子。如果真的大家在全明星看到爱德华兹做一个大风车，然后就跟别人吹牛逼说这个是给我做的啊，就当时是答应给我做的这个扣篮，结果呢大爷并没有做。那我就问了这个问题，我说为什么你没做，那你之后会不会有机会穿着 AE1 做一个大风车扣篮？结果他真的记得我当时那个问题，然后他反应特别快跟我说我记得记得，但是当天他并没有得到那个机会。他大概意思就是说他并没有一个所谓的 clean look，他并不能够好好的做那个扣篮，我觉得多少也是借口，因为我是看了现场比赛的，他是有那么一两个机会是可以做的，他并没有做啊。然后他马上就说，他说看没看到，看没看到，我在世锦赛的时候做了扣篮，那个其实就是要补偿你做的。这个大哥是非常搞笑啊。然后他说放心放心，新赛季将会有很多机会啊。不管是不是官话，不管是不是套话，我觉得他的态度就是挺诚恳的，因为他真的记得我当时问的那个问题，而且马上就反应过来了。所以我对他其实从最开始的路转粉到现在其实已经越来越粉了啊，粉的有点像这双鞋的颜色了啊。接下来我们进入正题，来聊聊这双 AE1， 大家可以给这双鞋外观打个分，那满分10分，我可能给到8分以上。上一次这个外观方面能够让我这么惊艳的所谓第一双签名鞋的话，应该还是 Nike PG1，而这双鞋是7年前的东西了，也就是说它过去的7年间至少没有任何一双所谓的第一双球星签名鞋能够让我如此惊艳。这个外观让我想到了很多2000年代的超级经典的阿迪达斯外观设计，非常非常天马行空，很简洁但是不简单。而当时我问华子这个外观设计的时候，就问到说这双鞋上面是不是借鉴了很多2000年左右的一些阿迪达斯的外观设计，他说没错，他们刚开始的定调就是要把旧的 old school 和 new school 把它结合起来，然后将会有很多大家很怀念的元素啊。可以看到这双鞋其实最开始看到的谍照的时候，它用的是一个袜套的设计，就全袜套，有点像哈登7啊，并没有一个单独的鞋舌。而后期我们看到不管是我这双 sample 还是之后将要发售的试售版，全部都是一个单独的鞋舌啊。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上面并没有爱德华兹的 logo 啊，因为这是 sample 嘛，这个角度比较清晰啊。这个就是可能他说的这个所谓 double tongue 的感觉，并不是一个双层鞋舌，只不过鞋舌它跟内衬是有很多这种啊这个重叠的地方的。这个让我想到的第一双鞋就是 Melo 1.5， 只不过那个要更加的夸张。同时这个鞋舌实际上就是连到了中间这个部分啊，它直接缝在了这儿，里面就没有了。然后这边实际上是有两个松紧带连接着这个鞋舌，所以这个鞋舌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张开很多的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个我非常用力的往前了，它大概也就是张开到这个程度。那为什么还是要做成这么一个小设计呢？我个人的猜想可能是因为这个内衬材料太薄了，如果最开始做成纯的袜套设计的话，可能会有勒脚的问题，或者可能爱德华兹本人并不喜欢那个感受。何以见得呢？
就是它这个内衬的材料是非常之薄的，尤其是鞋帮处，这是一个纯的织物材质，并没有什么里面的 backing 啊什么的，然后再往里才会有更厚的这个内衬填充。所以这个鞋表面上看起来是个中帮鞋，其实它就是一个低帮鞋，真正的填充是要在这个 TPU 下面的。接下来可以看到后跟这个部分，它是要有一个超级大的外置钢包。 Sample 的版本其实并不是一个碳纤维的纹路，但试售版本的话是，这是一块非常硬质的 TPU， 跟前面完全不是一个硬度，在这个基础上里面是有一个内置钢包的，同时这边其实是有一个橡胶上翻的，非常硬质，这是从外底延伸上来的。然后跟它连接到一块的就是这一块大的 TPU， 这块 TPU 它延伸到不同的部分，在鞋面上起了不同的作用。在后跟这一部分，大家可以看到它整个蜂巢的这个设计是延伸到了非常下面，前掌部分它就没有把蜂巢延伸到下面。而这边的话呢，其实它是特意的把这个 TPU 做得更软质了一些，大家可以透过 TPU 这个壳子看到一部分的 Boost， 这边发白一点点，有发现吗？虽然都是用 TPU 壳子包着这块 Boost， 但是因为包裹的这个厚度和强度不一样，你上脚的前后掌脚感将会是不一样的。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到它 TPU 的形状是不一样的，两边的 TPU 其实都是有一点点向外延伸的，然后前掌的话，这边45度角可以看到啊，它其实也是做了往外的延伸，还可以看到这儿有一个线条，这儿有一个线条，这一块实际上是凹进去的，这个也是当你在外侧侧翻的时候给你更多的缓冲空间。接下来鞋头部分非常帅气的毒牙设计，这个也是很多人觉得非常像 easy 的地方，这块材料其实也是上翻橡胶，然后非常有机的跟两边的 TPU 结合到了一起，看起来的话就非常的舒服啊，很自然。然后鞋头这边有一个过渡，这边加了一点点人造的麂皮，这一块材质每一个配色会不一样。接下来鞋带系统其实它是有七对鞋带孔的，你敢相信吗？在阿迪上面其实不多见的。前掌这个部分我在拉得特别紧的时候可以看到它是往里凹的，它并不是往外凸的，具体穿起来的感受还不得而知。接下来整个外底大家可以看到是非常简单的这种人字纹，非常大的人字纹，然后利用了它的 logo， 这是五个箭头啊，这五个箭头其实都是有镂空的，在镂空处可以看到不光是全掌的 Jet Boost， 还可以看到这个超大型的 Y 字型支撑板。再来就是这个外底橡胶纹路其实是非常深的，这个橡胶很厚实，所以外场我个人目测应该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。同时如果大家仔细从正侧面看的话，是可以看到它外底就是这个所谓的镂空处，它是有做了一个小小切槽的，所以大家在跑动的时候应该也会让这个外底穿起来没有那么板脚啊，因为它毕竟是做了一定的切割的。以上就是今天我对于 AE1 的一个比较简单的总结，非常可惜的是这是一个九码的 sample，我并穿不进去，所以我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一个穿着感受，但是拿在手里面其实能够看到它很多设计上的用心，虽然说是一个相对简洁，但是我说过是一个不简单的设计，希望他做的这些小心思是能够在穿着中感受到的。你要让我真的挑挑刺儿的话，可能就是这双鞋的重量，因为的确不轻啊，九码的话咱们看看单只重量490克，但是用料也确实是扎实，侧面这一块 TPU 的质感只有你拿到实物才能感受到，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，不是那种感觉很廉价或者是很轻质的东西。加上相当大面积的这种橡胶上翻，在鞋头和后跟处啊，后跟这一块超级厚的钢包和外面这个超级硬质的 TPU， 这些都是要占重量的，所以怎么说呢，就看你要什么吧。再加上这双鞋最后在国内售价将会是849人民币，对于一双这种配置这种设计这个价格我自己是觉得非常好了，再加上之后如果还能等一些折扣的话，不管是什么5开6开4开4开可能有点难，就5开6开7开拿这双鞋应该都是非常非常香的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其实我手里还有另外一个 sample 给大家短暂的看一眼啊，如果你们想看这双鞋的视频的话，本期点赞过10000咱们就开整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啊，最近点赞数越来越少了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多多支持这个频道。再次感谢各位，我是泰妍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